正前方，所有人先看正前方。好，看你的右。中间大家。好，中间再补一张，全部看正中间。一、二、三。下面。我是下锅。好，下锅。那我们现在开始计时，19号到我们的那个服务台里。对，恭喜得到星星奖。第三个是18号，那么巧。哦，18号。我后面的先。我们总共资本额是500万，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只占了20%，我们没什么钱，嗯。想要用这个输不起这三个字。我其实，你们也知道，我很喜欢做生意，其实我蛮有生意头脑，只是一直遇人不淑。像我也把魏德胜注册下来，那魏这三个字啊，魏啊，就是我们魏啊，啊得到胜利啊，林俊杰注册起来。林俊杰啊，林俊杰，是灵感的灵，干净的净，清洁的洁。为什么当时会又有这个输不起？那大家也知道嘛，当年的这个跟虫虫的事件嘛，啊，其实我也讲说，对我人生来讲，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说，这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反省。那我想，因为输不起这三个字，好像大家都在讲。啊，其实当时也不是因为讲这三个字引发的事件了，那我也想说，哎，这个是还蛮有意思的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它注册下来。